喂，你好，班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夜政治到了》，今天是阿斌来代班，我们带您来看看台美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又进入了一个里程碑呢？我们来看看哈，这个台美海巡合作了解备忘录在今天正式签署了。过去台美之间的合作比较倾向是台面下的方式，但拜登政府上台之后，我们这一次呢就正式的透过了外交系统签下了这个合作备忘录。到底该怎么来解读？有人觉得说，哎，这只是海巡属于海警的体系，为的是要因应中国的海警法正式生效。可不可以这么样的单纯来看？这是我们第一个要问的。第二个，我们来看看这个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呢，其实我们的海巡署快速的往第二海军的方向来转型，这个趋势是相当明显的。我们的军舰的打造，海警舰艇的打造，成平时期可以护渔护警，但是到了这个战争时期，是不是又具备一定的功能？而这样的一个状况，美国的海巡署号称是美国的第五军种，这样的合作呈现什么样跨时代的意义？我们等一下要好好的来分析研究。另一方面来看看哈，中国义和团的报复正式展开了哈。中国像一连串的举措，让人家觉得说，哎，中国人他们觉得自己站起来了。你想要吃中国人的饭，你就不能砸中国人的碗。我们有不少台湾艺人，因为吃着中国人的饭，所以呢一一表态哈，就是拒绝代言了跟新疆棉相关的一个产品。那我们等一下就要来看一下，为什么欧盟以及呢这个部分的这个团体呢，认为就是说中国新疆的棉花不是单纯的棉花而已，而是血棉花。这中间背后是不是真的跟灭绝种族有所关联？这个真的是蔑视人权有所关联？是不是这14万人在这个棉花收成的时期，中国怎么有办法一下子移动了14万名劳工，不管是自愿或非自愿？因为这根据中国外交部的说法，他们说我们让人民的生活更好，我们让他们有工作，自己可以赚得温饱，这有什么错？这好棉花不容许外国人来污蔑践踏，事情真有这么单纯吗？难道美国跟欧盟都用政治的目的在污蔑中国的新疆棉吗？我们今天来好好的讨论一下。先来介绍与会来宾，首先介绍是民进党的新北市议员何伯文先生。大家好，大家好。再来介绍政治学教授范世平老师。慧明好，大家好。好，介绍资深媒体黄创夏。慧明好，大家好。再来介绍是时事评论家黄一中。慧明姐，大家好。再来介绍是东海政治系的教授沈友志老师。慧明好，大家好。再来介绍是财经专家邱炳宽。慧明好，大家好。新闻开始，我们要带您来关心哈，这个事实上呢，这个 H&M 这个他们就是说要使用干净的棉花哈，没有这个践踏人权、没有侵破劳工的棉花，早在去年的3月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声明。但是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突然义和团式的一把火烧起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把火到底怎么烧起来的哈。可能他们睡觉醒来发现说 H&M 怎么突然被抵制了，为什么这么讲哈？ H&M 呢，其实在2020年3月20日发布了声明哈，他们关切到新疆维吾尔族受到歧视、强迫劳动的议题，强调这个公司不会跟任何新疆当地的成衣工厂合作。这项声明是在去年3月20日发布的，超过一年了，为什么中共在今年此时此刻3月24日翻旧账，发动攻击行动？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博文啊哈，为什么时隔一年才发动这个攻击行动？这个攻击行动当然一定是背后有一个团体在后面操控的嘛，而且呢很快的哈，从这个 Uniqlo、Nike、Adidas 那个好几家都受到了波及。但看科鲁克那些艺人呐、啊，那艺人杀给鲍美马，马上说，我拒绝这个，好，马上要站在自己国家这个政治正确的这一边啊，晾在跨界的代级。我觉得中国一起熊波波啊，到最后只好使出这一招哈。这一把火其实是从杨洁篪在这个阿拉斯加跟这个布林肯会谈那一场“中国人不吃这一套”开始啊、哦。你看，从“中国人不吃这一套”这一句话出来之后，中国的这个民族意识高涨，整个义和团式的情绪整个高涨，再加上你看中国人不吃这套的那个 T 恤，现在听说在中国内部狂卖哈、哦，那显然这把火就是从杨洁篪那边点起来。那为什么会这把火点起来？就是中国跟美国原本其实也希望能够这个看能不能有和谈的机会，看能不能够有进一步合作的机会，或有这个迂回的机会。但是后来发现美国态度非常强硬，那也因为这样，所以中国现在已经没播，只要怎么样，最差最 low 的这一步就是 T
挑动义和团式的这种民族情绪，然后来掩盖他的这个身体目前真的很虚哈。我们这样讲哦，其实这个人权是普世的价值，那是世界各国都可以关注的一个议题。现在新疆维吾尔族就是产生这样的一个状况，他们除了大量的被强迫汉化集中营，里面有非常多的这种剥削虐待，甚至是非常不人道的行为，这个影片不断透过这个各种管道不断传出来之外，最重要的大批的童工，大批的这个新疆维吾尔族被剥削严重的劳力。而新疆我们知道新疆棉花的这个产量非常高，全世界很多国家会因为新疆棉花，哇，这个因为他们是大量的剥削劳工，所以这个价格低廉。那这个瑞典 H&M 它这个品牌，第一个它本来就是世界知名的潮牌，第二个它过去长期以来就是一直标榜了它不要去用所谓的雪棉花。那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会出现说强力抵制 H&M？ 因为在这个时间点它刚好是被点名到，因为新疆维吾尔族这个事件刚好是这个中国一个非常痛的地方，所以它就变成一个破口。这样的抵制能够抵制多久？我打一个很大的问号。也许现在短暂时间内会有这个抵制的风潮，可是我觉得过等这个风波稍稍平息之后，这些原本世界知名的品牌，我相信在世界各国还是畅通无阻。当这个讯息出来之后，我相信很多台湾人，或者是说全世界民主国家里面很多人，如果看不下去这样的行为的话，搞不好 H&M 在除了中国以外的其他地方，搞不好还会有大量的人潮或大批的买气。所以我觉得，用政治力手段去介入或影响商业行为，我认为这是不智的，而且凸显自己的虚弱。这跟是这个中国网友翕的，就是在这个四川的一个店家哈，顾客照常购物，店员一问三不知，不知道这个小粉红的抵制行动。这个购衣间试衣间里面还是有人在排队等着进去了哈，这是义和团式的猎物。但是，一般平民民众哈有没有感受，这是一回事。但是我们来看看中国的商务部哈，也加入了声讨行动，不只是外交部，不只是共青团哦，中国商务部交流场不容许新疆棉的纯白无瑕被玷污抹黑。所以我想请问一下沈老师啦齁，新疆棉中国说绝对没有写棉花这种事情，我们的棉花是纯白无瑕的，那些欧盟那些这个使用这个协会齁， BCI 协会， BCI 协会就是 Better Cotton Institute， 这个良好棉花发展协会，因为什么要来攻人新疆棉安呢？到底是哪一边说谎？中国说我们绝对没有写棉花，更好的棉花协会说你们就是写棉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想其实欧洲这些国家他们对于人权这个议题的关注是有它一个整个时空脉络啦，所以从早在那个希特勒执政时期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劳动营对于犹太人的一个迫害就变成了是整个欧洲那个整个人权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所以从这个地方开始来看的话，欧洲对于人权的关注他们已经培养了很深的这个内涵。所以今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说，为什么今天这个欧洲跟那个中国要签订，在去年十二月底要签订那个投资协议的时候，最大的一个卡关的地方就是在于所谓的劳动协议。是，那个劳动协议的部分显然也就看得出来，就是说欧洲对于中国人他们在使用这些童工也好啦，少数民族也好，利用他们的这样子的一种血汗工厂的模式哦，然后来压榨他们的剩余价值，其实是对于这个议题来讲是高度的关注。那今天这个事情的爆发其实也不是偶发的这个事件，这次的这个导火线刚刚博文议员有提到，比如说是在这个阿拉斯加会谈的时候，那我也认为说在欧洲引起了这些相互抵制的一个过程哦，那更是一个导火线。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包含了因为这个新疆写棉花的事情，所以欧盟先寄出了第一波的制裁，然后中国不甘示弱，不但制裁哦，然后还针对法国的议员要访问台湾这件事情哦，然后来变成是一个咆哮然后泼妇骂街的这个方式，就是那个卢沙野。所以从欧洲跟这个中国在这次写棉花也好，或者说访问中国的访问台湾的议题也好，然后这个引发了口水，到变成是最后相互抵制，然后变成是一种民间在这种民粹主义上面式的一种对抗。我觉得这样子的发展趋势是非常的不智啦，因为我们知道说那个民粹主义哦，它就是要煽动社会里头的愤怒和恐惧。那这个愤怒的情绪一旦被燃烧起来了以后，其实对于中国的政权来讲，它不见得，它是双面刃，它不见得会受到好处。那某种程度来说，对于习近平来讲，可能可以因为在这个议题上面稍微缓和一下这个政党里面或者是社会里面对他的反对的声音，因为大家必须要团结对外，然后要把情绪炮口先一致对外。但其实长时间这样子下来看的话，那中国的这个市场跟西方的这个市场做一个脱钩，或者是相互的社会里面有这种情绪式的对抗，也不见得会是对于中国市场稳定发
展的一个好事情来讲。其实这件事情研发这个中国人开始这个站起来了，不要你吃中国的饭还砸中国的碗，是有一些效果的。台湾的 YouTuber 他当然就是台湾的 YouTuber 主要都是以台湾意识为主的才会比较红嘛。他说呢，艺人解约力挺新疆写棉花，这个恶心死了，比香菜还要恶心。他说呢，这个快被这一波新疆棉解约潮恶心死了。那前外交官刘世杰他说什么，这简单的算数嘛，放弃一个品牌能留数十个甚至数百倍的中国利益，中国就是用这样的战狼外交逼台港艺人做出抉择，效忠祖国，否则怎么样，滚出中国。用这种做法，刘世杰说更令人瞧不起，更令人鄙视。那我们来看，确实先来看这个企业界的部分。 FILA 发出声明，会继续使用新疆棉，宣布推出 BCI 协会。Zara 母公司原本是强迫劳动零容忍的哈，这个声明也悄悄下架了。同时还有艺人沙给布阿梅，大家联手来退这个代言哈。好，这种义和团式的打砸抢是出现了一些效果哈。你来看我们的张钧甯、彭于晏、许光汉、欧阳娜娜都是在中国有这个蛮多表演的哈。但我觉得这个用字其实蛮重要的。张钧甯说的哈，他发表什么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这是他的态度。彭于晏直接说呢，坚决抵制一切逾越底线抹黑中国的行径。许光汉说呢，坚决反对任何物化中国的言论跟行径。这三个都勉强哦，你来看欧阳娜娜这位小姐，年轻不懂事也不要这样，你赶快就去中国当中国好儿女好不好。她讲的是什么，坚决维护祖国利益，是祖国你就找对路回家去。好，你其实前面这几个人讲的还有一些模糊的空间哦。因为欧阳娜娜是很快就要宣传央视统战广播节目了啦，她深深的知道她身为台湾人的女儿去讲维护祖国利益才是她最有价值的所在，所以她就继续站着这样的缺。但台湾人会怎么看她呢？台湾人就是没办法，因为慈禧太后都已经120年后的慈禧太后已经出来了，这个是黄杰在脸书做的，做这个图啦。因为大家知道120年前就是所谓的庚子全乱义和团嘛，那120年后的辛丑年，习近平你看这件事情烧起来了嘛，那当然就是艺人们就要纷纷表态。那像欧阳娜娜没有什么好意外，因为正雄他不表态才奇怪。可是这里面有几个大家就比较 shock， 我在想许光汉大概很多人在座应该没有什么人认识。一的是刚刚提到那个许光汉呐，看红啦，现在啦，他是之前前两年拍那个偶像剧《想见你》，那非常红翻的。那当然他当然有他的立场，可是我觉得对网友一个比较伤感的是什么？你知道许光汉是因为这一部这个偶像剧《想见你》而红吗？那你知道吗？这个《想见你》当初啊，因为你知道，其实我们台湾的政府也知道，台湾的艺人在中国要这样子时不时都遇到这种政治上的打压，其实很辛苦。所以台湾的政府，其实我们文化部其实实际上常常都编列了很多的预算，包括我们台湾的自己的自制的电影或电视剧，我们都会去补助他。为什么我们要补助他？就是知道说不用去拿中国的钱，你靠我们台湾，然后可以打进其他亚洲的市场。所以其实许光汉这一部《想见你》啊，他当初拿了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啊2200万。他等于是说咱捧2200万，该捧成一线的巨星嘛。啊，结果这个一线巨星赶紧在第一时间就跳出来表态，我是觉得他动作太快了，不然你也稍微等两秒啊。你好歹2200万嘛，是咱台湾的纳税金吼。啊，这里面还有更好笑，刚刚提到罗志祥才好笑，特别讲一下，罗志祥没有在第一时间表态，但是他在昨天晚上他就跳出来表态，他在他的微博啊的 po 这些，他说他也支持新疆棉。结果小何小丽他们在想喏，罗志祥你动手其实是因为你在中国跟那一个人家那个玩弄人家女生被批渣男，对不对？所以后来你逃回台湾。我觉得中国很幼稚，就是说你用这样的方式就是这种有点，其实他们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他们在2008年的时候，当时的北京奥运因为圣火的问题，他们就跟法国起冲突，当时说要抵制法国货。然后在2012年的时候，因为日本钓鱼台那个主权的问题，就说要抵制日本货。然后最近的一次是2017年，因为那个韩国南韩部署的那个美国的那个萨德系统，就说要抵制韩货。啊，每一次时间到就是来民族主义一下啊！我问你，那你们现在有没有在用日本货？你们现在有没有用韩国货？你们有没有在用小内尔啦？小内尔，那你如果要抵制法国货，你是要叫小内尔离开？上海，我巴不得他们这么干，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台湾人去国外的时候买那奥莱的时候，全部都是中国人在那边买。如果你们都抵制的话，那最好我们台湾人买的安心。所以我觉得这种很幼稚的义和团式的，我跟大家报告，最后义和团的结果就是闹了老半天以后，最后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火烧圆明园，最后签了一个辛丑条约结束。所以
120年后，他们自己自诩说他们已经站起来，就已经站起来的跟这么泱泱大国，最后采取这种当年那种幼稚的扶清灭洋的这种义和团式，我就看他们能玩到什么时候。好，那两款也是有一些效果的啦哈。你看 Zara 就悄悄的把这个强迫劳动零容忍的声明下架了、Zara 这么做。那么 Fila 也就是直接第一时间就出来说我们会继续使用新疆，有一些效果的，就好比过去很多的公司，包括亚马逊 .com。曾经呢，就是把台湾列为一个国家这一区，引发中国的抵制，他们就默默的把台湾移为中国的向下的一个选项了哈。这一波会不会继续烧下去？商业上会有什么影响吗？在商业上来说的话，赚钱是最重要的。可是当赚钱跟你的良心产生抵触的时候，你就要知道到底是良心比较重要，还是钱比较重要。特别这个钱是人民币的一个时候。刚跟各位谈论到 Fila 哦，其实 Fila 这个公司早就在前几年被中国大陆的安踏公司给买下来了，所以很多人还一直以为它是意大利的品牌，没有，它是中国的品牌，中国人把它买下来了。Zara 这次哦，很快的就把所谓的劳动零容忍把它拿下来。那这次 H&M 他们在财报上面，中国区的一个获利占15%。营业的一个波动化占11%，他们能够忍多久？这个后面要来看。但是我们要把这个民族情绪的一个状况先来跟各位说。这一次所谓的中国人你惹不起，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们时间来看哦，这个是在2020年的10月23号，当天是什么呢？抗美援朝的70周年。70周年当中呢，习近平直接说了哦，说中国人你惹不起。所以中国人你惹不起不是今天才有的话，去年开始就有了。那这次杨洁篪他们在阿拉斯加，他一口气就把他那个心里面的一个愤怒全部都发泄出来。我突然间发现，我看杨洁篪看了10几年，他这个人跟我看到的不一样。所以代表有两件事情，一个代表他吃错药，第二个他后面有大老板，但是后面来看不太像吃错药，所以这个是老板要他说的。那目前中国有两个目标，一个目标叫做内循环，一个目标叫做外循环。外循环的部分的话，靠进口，靠出口；内循环靠国内的一个消费。我现在可以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可以把这些外国的商品在我们中国赚钱，把它赶走，让我们中国的一个商品能够扶持起来？所以这个时候去打新疆棉，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一石二鸟。为什么是一石二鸟呢？新疆棉重不重要？中国的棉花是全世界生产最多的哦。可是中国的棉花还需要进口，这代表什么？代表全世界所有的成衣商几乎很多都在中国下单。那他下完单之后，这些产品他们只要挂上他们本国的 mark， 他们觉得哇，这个品牌比较高级，对不对？ Nike 的鞋子比较高级，艾迪达的衣服比较好， H&M 的一个部分的话，它是所谓的潮牌。所以呢，来到这个地方，此时不打更待何时？那为什么呢？因为来到这个地方，激起你的爱国心是最好用的。那什么叫激起你的爱国心是最好用的呢？我们就可以发现，哇，好快哦，不到24个小时哦，居然有44个中港台的演员，这些明星们，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他们要保护新疆棉，宁愿放弃代言。中国恐怖的地方是在哪边？刚才我们看到那个主播，我都觉得他都快哭了。不上工被老板骂，上工被网民骂，那他要怎么办？就被夹在中间。所以就目前这次新疆棉的一个事件来说，2012年中国保钓，哇，那个吼啊呼多高！各位过10年了，我还记得哦。宁可中国不长草，也要保护钓鱼岛，讲得好大声哦。烧日本车，日本的电梯不用，日本的家电我一台我都不买。然后呢？然后过了1年之后，不了了之。韩国那一次萨德系统，我们要打乐天，我们要 BTS， 我们都不看。然后呢？现在呢？大家还是看嘛。所以这件事情现在能够烧多久，后面要来再看。但是新疆这个事件哦，这次来看闹得比较大，为什么呢？新疆这件事情哦，不是说一时半刻可以解决得完的，因为新疆劳动营里面它的人口是200万啊，它有劳工的问题啊，它有绝育的问题啊，它有很多其他的让这个联合国没有办法去忍受的，单单一个强迫劳动零容忍，目前在欧盟、在美国就不会过，所以这场仗还在打。良心跟人民币之间，你要如何取得一个平衡、嗯？但重点是，如果你够大，你今天跟苹果一样，你可以不理他。但是很多的小公司，他这个地方他就悄悄下架了。因为在他的心目中，人民币比良心重要多了。好，我们来看哈，这个
网民狂喊要抵制 Nike， 但是下一秒却手软囤货，怎么说哈？这是南方日报的观察了，在得物 App 里面呢， Nike 鞋款不仅没有完全下架，交易量反而不断的飙增，经典的知名鞋款 Air Jordan 抢到缺货，交易界面不但被刷新，每分钟都有用户下单囤货，生怕 Nike 被封杀之后再也买不到了，这就是网民口中小粉红口中的封杀。然后呢，这个中国网民就是出征 Nike 直播间嘛，刚刚画面你看到女主播被哭着说呢，我也要生活啊，对不对，老板叫我要上班啊，不然我就旷工了。还有网民讽刺什么，你抵制 H&M 和 Adidas 之后买什么呢，可以买仿冒的H&M and Adidas 来创下。其实中国玩这个抵制哦，如果第一次还也许引起压力，像南韩那时候为了萨德，南韩就很大的压力嘛，对，可是大家就马上想到了这个画面，这个画面是当初抵制钓鱼台，然后后面是中国的这个抵制日货，日本人滚出去，钓鱼台是中国的，但是后面那句话是大家一直成为笑柄，苍井空是全世界的，这就是中国人。当然，再过来他们为什么在这个时间出现？其实他们真正担心的是什么？第一个，27国把他用种族灭绝欧洲，说抵制新疆。制裁了新疆的官员和实体，你知道在欧洲国家，当他确立美国其实想很多是要种族灭绝嘛，欧洲国家确立你是种族灭绝的时候，他们过去只对一个人，希特勒，所以他其实这次种族灭绝，欧洲讲出来，共同讲出来是很重的，也就是希特勒这个东西在欧洲里面确认了，而这确认对中国真正影响是什么？所以中国是更小接登生气。见笑转身气，为什么？因为共青团是什么？是党发动的，就好像当初的那个阿拉斯加杨洁篪的话，也是共青团第一个发动的。党发动是什么？因为他们发现欧中协议搞了7年，好像在这个空档期终于签了，可是欧洲议会把它搁置，因为欧洲议会把它搁置，所以他们搞了7年之后可能没有成果，在这欧洲议会把它搁置之后，拜登第二次跟全世界领袖的视讯会议，就是跟欧洲议会开议之前27国，所以他们发现欧洲已经站在美国这一边，全世界已经变成已经不是冷战了，现在叫做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一个叫同盟国，美国欧洲叫做同盟国了，而中国只好去抱金小胖，抱伊朗，那个叫轴心国，所以现在是同盟国和轴心国之争，所以中国面子下不去，习近平一定要发泄一下。那发泄一下呢，其实他们真的做到了义和团，因为义和团的口号叫什么，挑铁路拔电杆，海中去翻火轮船，这个就算了，他们本来是烧皇子生香烟，请来各洞众神仙，所以他们烧 Nike 嘛，烧了 Nike 之后就生了香烟嘛，所以他们会请来各洞众神仙，所以非常像神明护体了，像神明护体了，神功护体，刀枪不入了嘛，但是中国真的很伟大吗？这是中国自己的资料。中国的棉花真的很伟大吗？世界第一名是2019年，就是印度。所以你再来抵制嘛。现在各国马上会转单，印度才是第一名。印度的棉花生产量供应量，2019年之后超过中国。然后再过来第三名是谁？美国。再过来阿根廷啊什么的。而且中国最丢脸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要看那个人均产值。印度是一个人均产值4.63公斤，中国是4.4公斤，美国、阿根廷、澳大利亚，甚至连乌兹别克20几、30几，人家用的是高科技，人家不会像你用血烂血肉，所以他们其实这个抵制也没有用。那至于那些艺人呢，我只劝他们一件事情，你们要小心，因为从今天起哦，你们身上穿的衣服、身上穿的这个，只要他们一亮相，大家就看是不是这个200多家 BCI 里面的，只要是你们就完蛋了。不过其实新疆棉不是关键啦，就是说使用新疆棉不是关键，而是说比如说 H&M 接下来要不要中国市场。其实他们为什么挑 H&M？ 因为 H&M 其实你看昨天他们出来资料 5.2 啦，5.28% 是第四个，所以他们挑小 的企业 Nike 是比较大，他们是挑小的，才代表着中国就是做样子嘛，做完样子之后继续穿继续弄，而且不要忘了苍井空是属于全世界的。蔡老师，你的观察是中国制裁找错对象了，可能会制裁到自己人民。对，就是搞到自己嘛，因为这些厂商像艾迪达、Nike， 他很多生产工厂在中国，而且很多全世界的旗舰店其实是在中国，因为其实过去我们刚刚讲到，它有制裁过很多国家，不过当然是单一国家，啊，那而且呢，可能不是个别品牌，这次是都
兵分八路啊，哇，又有 H&M， 又是瑞典的 Nike， Adidas 是美国的，还有英国的 Burberry， 哇 ，Burberry 就说就了不起了。啊，最好是当众他们不是当众这个烧鞋子吗？烧衣服，那 Burberry 就把那个围巾给剪掉啊，把那个风衣给烧了，看你敢不敢。Burberry 比较贵啊，其他品牌也没有那么贵嘛。但是我好像没有人敢做哈、啊，为什么？因为大家还会衡量一下吧，看哪如果是一般的这个比较廉价的，可能大家可能会愿意烧，但是贵大家也不愿意烧。嗯，表示什么？就是说。这次为什么大家会觉得他的国家太多了啊？对啊，然后像这个各个国家都有，那就变成说不是单一国家。第二个，这些品牌都是年轻人喜欢用的，啊，过去他可能抵制的国家，例如说什么纽西兰的那个，大家不是特别喜欢他那些个别比较年轻的潮牌，这些都是年轻人。那我也看到很多年轻人站出来了，感觉好像真的是举国哇，这个为之那个。可是他也刚才也发现很多店还是有人去啊，嗯，还是有人买啊，还有人在囤货嘛，表示什么？这个身体还是比较诚实啦，啊，表面上爱国，但是呢怕买不到，所以还是要赶快去抢购。但是我必须要讲，就是说这件事情是我说损人不利己啊，就是我刚刚讲过，很多工厂在中国，那这些工厂可能现在可能要暂时减少生产了，那请问一下，那这些工人他是不是可能就没办法上班了？另外就是这些卖鞋店的、卖布鞋、卖那个运动鞋店的这些售货员，他可能业绩就直接就减少了，啊，另外你看就是说这个只能够买中国品牌。本土品牌，所以就是变成这个东西搞到后来，对中国自己，也就是也没有什么，就造成这个中国人民自己内部也是没有带来什么好处嘛。再就是也让国际间看到你这个什么巨婴现象，什么叫巨婴？就是像个大的 baby， 嗯，然后很幼稚，以为拿这个东西就可以来制裁人家。其实我觉得这些外商都很清楚的，他不可能制裁得到。除了就是说中国的市场当然重要，但是并不是全部。第二个，你到最后你还是会。整条事情过了一阵子之后，大家还是会回来买嘛，会产生报复式购买，因为这些品牌这些中国年轻人都喜欢嘛。好，我现在把 Nike 我的鞋子给剪掉了，我把它烧掉了，那我未来我还要重新再买，可能半个月后、半年以后还要再买回来啊。没有，他们烧的 Nike 有点怪怪的，因为它应该有很多化学物质，没有黑烟，应该有黑烟，有带药心。对对，所以有黑烟的啦。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所以这个是真的。对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很就是说到最后，他未来。可能有人暂时不买，但是未来还是会把它买回来嘛。嗯、所以对于这些厂商来讲，就稍微忍一下就好了。所以你觉得这只是网络上一时的现象而已，厂商忍住了，表态效忠。对，那不要像罗志祥这个时候表这个态是做什么？不是，他们要给那个卖公委的贺啊。但习近平看看，我觉得艺人有些东西搞不太清楚。你有什么合理的因素？你这样主动解约、嗯？你说因为我要爱国，那你家的事情呢、啊？对台湾阿迪达来讲，你那个是跟我什么关系？那你凭什么解约？那我在阿迪达在台湾的广告利益，你要还给我？嗯，那像那个许光汉更惨哦，他是全亚洲。我觉得他看的就是中国未来的利益啦，中国市场太大了。这个要，我觉得他们第一时间、嗯，我看中国艺人纷纷跳船啊，嗯，真是狼狈不堪的、啊，就赶快切割啊。但是问题是，这些都有法律上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也让台湾人看，觉得说你中国这个社会怎么会是这个样子？这么的一点这个玻璃心，然后呢，要拿这个东西来，你用巨婴这两个字来形容是很对，就是我觉得两岸现在最大的问题，其实已经不是什么政治因素，政治当然是，但是很重要的是两岸人的思维逻辑已经完全不一样，就是台湾人不可能去做这么幼稚的行为，那你中国就这样是耍狠啊，然后就是说、哦、我就要这样，我就任性啊，怎么样？这个东西会让你觉得很不成熟，那这就是表，我觉得台湾人看到就觉得很好笑。你这个东西，你又制裁不了别人，除了一种情绪发泄啊，我爽啦，我就知道这样子，我就知道烧啦啊，林北也欢喜啊。这个只是一时情绪发泄，对，就是很奇，就是民粹的这个民粹，对那这个东西就是说，那我觉得民族主义啊。可是你会不会觉得商业上大家睁着眼睛看，还有哪些国家会屈服？哎，哪些企业会屈服？会不会这样？我觉得他最好再找一些更有名的精品 ，LV 啊，最好也拿出来，然后也来烧啊。然后我觉得中国人最好互相检举哦，你穿阿迪达，我检举你哦，你穿普马，我检举你啊，你家里有普马，这样就普。我跟你讲，中国如果搞到最后，可能甚至组成红卫兵，我去你家搜你家里有没有藏普马，他们只要晶片抵制，对，就敢。我去把你家的普马，把你家的这个Uniqlo 把它拿出来哦，这个要检举他，互相检举有奖金、嗯。如果是这样，那中国社会。就已经回到文革时期了，嗯、就跟红卫兵那个时候跑到你家去看你家里有没有美金，那个、看你家里有没有中国之前抵制过这个 Tiffany 啊，
哦 ，Tiffany， 因为之前有没有这个香港那个反送中的时候，他遮住这个眼睛，啊、对对对因为有一个好像全被以前反送中都对对对这个流行的手机，对对对，然后 Tiffany 那时候也被抵制啊，嗯。那你这次要不要把 Tiffany 的钻戒拿出来怎么样是不是对啊全部捐出来全部捐出来对、啊、好我再给大家看一个这更有趣啊、嗯、之前不是那个美国的这 NBA 好当时这个 NBA 总裁肖华支持这个言论自由这个表态嘛、嗯、那当时就说我们中国人不看 NBA 现在看不看、嗯、看嘛 NBA 还是一样啊其实第一时间其实有人在看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还是这样、嗯、所以我觉得那个抵制都是一时的啦那真正那个真正的商业利益包括在消费者心中那个奠基那么久的一个品牌形象也不是因为政治力一下就可以毁灭掉好特斯拉现在也要被抵制了广告之后我们更多的讨论马上回来我们看到了这个杨洁篪呢带动了一波的流行话语中国人不吃这一套新疆棉不吃这一套他们现在呢对着美国也是打算以眼还眼比方说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特斯拉最近的股价震荡得很厉害问题出在哪里呢特斯拉被中国军方与国企禁用这是受到了美中会谈的影响中国就说呢特斯拉车内镜头可能会收集敏感情资有安全疑虑所以禁止军方敏感国企以及关键机构人员开特斯拉专家说中共此举肯定是和美中的会谈有关系甚至有消息人士说特斯拉车主接到了中国军方的通知要把车子停在军事设施的区域外面不过呢中国已经有媒体报道了马斯克下个月可能会亲自造访中国透过面谈解决中国政府的疑虑在疫情这么严峻的时候还是要出国亲自到中国去看起来是蛮有诚意的好这是特斯拉一个最新动态谢金河看新疆棉的风暴呢他说呢中国猎物已经全球化了所以现在特斯拉也蛮危险的去年特斯拉股价大涨 743%到今天今年到今年已经下跌了 9.25%， 那么特斯拉的中国业务今年受到影响，阿拉斯加双边峰会又不欢而散这个美中冲突全面化的一个情况之下，好，如果说中国真的要求军方重要公务人士不能再坐特斯拉的电动车，会不会只是一个开始？那么紧接着呢，马斯克虽然会表态，但是呢，就是。他中国只要撑到说他们的电动车起来了，特斯拉就没机会了。所以特斯拉接下来会不会在这一波当中反而比这个其他我们刚刚讨论到的企业还要明显还要危险？马斯克哦，他在美国哦一向是庆牙牙呢，没有人抓得住他哦。可是他这次遇到中国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知道马斯克怎么先应对的吗？马斯克居然回到了一个小流氓的一个态度哎，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我们家的特斯拉会当间谍的话，我直接把我的特斯拉关掉。我们绝对不会这么做。但是讲这样讲，当然一趟路还是要过去。马斯克贵中国是出名的，所以我认为马斯克这波到中国大陆去会做出多少的让利。而更惨的是，如果特斯拉最强的是什么？特斯拉从头到尾最强都不是坐车，坐车是我们台湾强，我们台湾帮他做的。”他最厉害是做那些什么自驾系统啊，做萤幕啊，其他的。我现在担心的是会不会被学光了，因为中国大陆他们现在被中国学光了，对，到时候马斯克这个在市场上的这个价值也没了。当然了，你被学光了，就跟我们台厂过去二三十年去那边被学光了，我们就只能够摸着鼻子回来嘛。嗯，但是我们目前仔细来做观察哦，就说中国来到这个地方，难怪他家有拍板的实力嘛。第一个，他14亿的人口，购买力就是那么强嘛。那你购买力那么强，你到底要不要人民币？那良心你就要放一边。他目前就是要求你表态，要做这边。嗯，那后续会有很多的问题，一则一则的打开。因为目前这一波的一个猎巫，如果说中国真的来到这个地方，要跟120年前的八国联军一样的时候，他的理由会一道接一道。而且我认为，到了这个时间点，当两国的最高的外交阶层已经在那个地方拍板，只差没有把领带拔掉上去互相打架而已，我认为这个地方已经完全撕破脸了。好，我想请教一下沈老师，在这波的猎物行动当中，到底习近平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好，我们刚刚有分析了，这明明 H&M 的声明是去年三月公布的，最近突然把它抄出来，然后抄家企业一一点名，要求企业一一效忠表态之外呢，我们来看这一篇是新新闻的报道哈，战狼征讨阿拉斯加，让北京出尽风头，但日本的媒体观察其实正好相反，习近平召集着百年党庆前无法访美是怎么一回事哈？他主要是从
中国官媒的立场来观察，他说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当天晚上没有报道这场中美交锋、我们看到杨洁篪在那边大放厥词16分钟，以为中央电视台当天头条10分钟大概都给杨洁篪了，结果没有。好，然后呢这个不少网友觉得说这个会谈就吐掉了这个两甲子前辛丑合约的这个鸟气，有没有？但是呢，央视没有在第一时间关注，人民日报第二天也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头版，没有哈，放在第三版的低调报道，而且一开始没有评论。所以呢，这个日本的这个日经的中国分社社长中泽克认为说，种种迹象可以看出来，阿斯加会谈的进行并不是北京所乐见的，是这样子吗？习近平必须在百年党庆之前，也就是7月1号之前，跟美国有所对话吗？其实我们在之前就一直有听到风声说，中国是希望能够在4月的时候，然后在视讯会议上面来举办一个所谓的拜习会。那现在看起来基本上是告吹了啦，那两国弄成这个样子，所以某种程度来讲，对于习近平来说，他几乎已经是要称帝了，他已经把他的任期限制给拿掉了，那他必须要交出一些亮丽的成绩单，让他的这个帝制才能够有正当性。那他如果说对内宣传说好，整个中国完成了脱贫，是靠宣传的方式来达成的话，那你看到又对外又变成是到处都是敌国，然后搞得全世界都针对中国，所以他现在的这个统治地位来讲的话，你让你做皇帝可以，可是你总是要拿出一个亮眼的成绩单嘛。结果你对内对外都是只是靠宣传，而且搞到说全世界都要来跟中国为敌。其实有冷静一点的，或者是还是有抱持着良知的，或者是比较还是有一些理性的这个中国人的话，对这个议题来讲还是抱持着忧心了。所以我觉得，对于习近平来讲，或者说对于我们看到这个卢沙野啦，或者说这个杨洁篪来讲，可能是他们想要拍马屁，结果没有想到拍到马腿上。或许对于卢沙野来讲，他可能觉得说，我在做这个驻法大使的任内，然后你竟然会有一个参议员要来访问台湾，他可能将来回去之后就会被记上个污点。那对于杨洁篪来讲的话，可能会觉得说，哎，我现在这个到了阿拉斯加去，如果对美国这个展开了这样子的一种战狼外交的话，或许可以激起老百姓对于我的这样子的一种爽感。结果没有想到是结构性的这个崩盘，或者说结构性的这个冲突会持续的发生。所以他虽然开心一阵子，或者说国内炸锅一阵子，可是你接下来看到是整个习近平的一个布局被打乱。因为对于习近平来讲的话，拜登上台之后，如果能够顺利的举办拜习会的话，那对于外交的议题上面来讲，象征着就是美中的一个融冰的开始。结果杨洁篪第一步就把它打坏了。所以第一步打坏了之后，虽然社会看起来是炸锅了，好像全世界好像全中国都很嗨，非常的亢奋，但像这种民族主义式的民粹，中国人不吃这一套。对对，民族主义式的民粹的这个背后，它终究是要付出成本跟代价。那美中如果陷入到了一个结构性的对抗，那某种程度来讲，你看到的是美国跟这个欧盟开始来谈这个所谓的中国对话，然后看到的是说整个这个美日英澳再加上台湾跟南韩，所以整个这样子的一种对抗的这个格局一旦成型了以后，其实对中国来讲要怎么样善后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好，我们来看好这个中国人不吃这一套吗？ Who cares？ 拜登说美国还是会问责台港新疆的议题。美国其实拜登他就是很原则很清楚，这几个重点他就要强调，他也感受到这个中国确实变强了。他说呢，这个不论如何，美国要投资大量的劳工还有科学才能跟中国竞争，中国总体目标要成为世界的领导者，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但拜登说中国的目标不会达成，因为美国会继续成长跟壮大。然后拜登也直接说了，他认识习近平很久，习近平聪明，但是骨子里面没有民主。他也感觉到了这个习近平包括俄罗斯呢，他不就是觉得说面对现在日益复杂的环境，不要民主而是要专制才能解决问题，真的是这样子吗？好，这个所以拜登呢还是持续他原本的一个立场。再来看拜登上任之后呢，其实拜登讲这一套，另外下面的人帮忙讲的这些话都蛮有意思的哦。台湾人台湾网民也是炸锅的哦，五角道下刊登了一篇文章，台湾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来看 VCR。By the time I left office as vice president, I had spent more time with Xi Jinping than any world leader had. Didn't have a democratic with a small d bone in his body. 上任首场记者会，美国总统拜登开头就先对中国下马威，不止批习近平没有民主观念，更再次表态挺台。We'll insist that China play by the international rules. Fair competition. Fair practices, fair trade. We are going to hold China accountable to follow the rules.Follow the rules, whether it relates to the
South China Sea or the North China Sea or an agreement made on Taiwan or a whole range of other things. 拜登强调，美国不是在追求对抗，但会重建联盟和民主国家一起合作，让中国负起责任。五角大厦刊文更提到，台湾从不是中国一部分，再度让中国气到跳脚。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美方不要在这个问题上说三道四。中国国防部直接放话，美国想以台制华是走不通的死路。针对香港和新疆议题，他们也不让步，甚至指责是媒体控制舆论。China is not doing these things. Let me make it very clear. China is not doing these things. And it's very unfortunate. Some people, including some journalists, they start with very strong bias and prejudice. That's their problem.中国反击批评美国带头全球踏伐，不过台美关系再现坚实友谊。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认为台湾在抗疫上表现优良，是全球卫生领袖，挺台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现在就等总统拜登点头签署，让台湾重回国际舞台。好，我们来看哈，五角大厦官方网站刊登的国防部新闻，台湾从来都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易中，你听了有没有很感动？我觉得讲出事实，可是问题是习近平听在耳里非常的不舒服。其实习近平最，你大家知道，我们最近一直在讲那个义和团嘛。其实当时120年前的义和团，慈禧太后就是因为他没办法 hold 整个，他国内外交迫，就是说他国际局势也 hold 不住，然后里面没办法应付，因为里面一直要求他要去打洋人，所以就是要抗。所以当他国家出现状况的时候，最后的不得已就是使出所谓的义和团式。所以习近平这一次用这个义和团式的这种攻击，他不是放在那个共产党这个共青团中央在3月24日。要发动这件事有来龙去脉，因为他对拜登的期望已经消失了。你看到从那个阿拉斯加会谈，还有直接指台湾是中国，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件事情让习近平对于拜登的这个期待消失以后，他必须找不到你。其实，在这个共青团中央发出的这个微博之前，习近平的人在哪里？他在福建。他跟他的太太彭丽媛去福建去游艇，有没有去游船？可是他那个是故作一种，你知道，当你内心真的在最焦虑的时候，你就必须更展现出一个平常心的态度。在同一个时间，当各国在围剿他的时候，他习近平在游船的时候，大家不要忘记，同一个时间，桂林中国的外长王毅跟俄罗斯的外长在桂林，他们是展开了一个会谈，会后还发表一个声明。然后在同一个时间，那个驻中国北韩驻中国的大使叫金龙南，他也发了一个声明，他说金正恩要带给他习近平一个口信，就是说这两国的关系啊，将来要以一个世所羡慕的关系 close 在一起。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习近平。逮起的时候，习近平在明年是他的连任年，第三任的连任年，理论上是不能连任，因为中国的惯例是5年加5年，但习近平显然他要做第三任，可是他在明年的二十大召开之前，明年秋天二十大召开之前，他必须把这件事情处理得妥妥当当，他必须让他的13亿人口相信说他们的习近平可以领导他们度过重重的难关，所以用这个方式，我觉得他这个是在试探。那你说将来还会不会用这样类似的方式？我觉得还有很有可能。你看，连马斯克这个。大家知道那个马斯克是不可一世的马斯克。当习近平说：“哎、欸，你的那个特斯拉会监视的时候，嗯、马斯克一出来被戏，这种根本就是摆明在找他的麻烦。你怎么可能相信说以美国之道还治彼身？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提醒美国，你说我习近平，当我要见马斯克的时候，你马斯克是必须专程飞过来的。然后包括这些企业，你必须买我的单，就是说他至少可以向他国内证明，他不一定可以向国外证明，可是他至少可以向他13亿人口证明说，我习近平的统治，即便在今天，我们还是可以统治的妥妥当当，所以他可以继续去游山玩水，表现出他一个泱泱大国领袖的气度。嗯，广告之后我们有更多的讨论，我们带来看看台湾美国之间呢，这个原本台面下的互动交流，现在正式台面化，签署了海巡署方面的合作备忘录，该怎么样解读？我们来看看五角大厦直接在官方网站当中说，台湾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该怎么样来应对呢？这是事实，中国暴怒生气了，那台湾会不会因此比较危险呢？或者我们应该利用这样的一个局势，如何让自己呢更加摆脱中国的威胁？马上回来。They have an overall goal to become the leading country in the world, the wealthi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and the most powerful country in the world. 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 on my watch.The United States is going to continue to grow and expand. 上任后第一场记者会，美国总统拜登再度对北京呛虾，因为中国野心昭然若揭，底下战狼最近更变本加厉，对着西方世界到处狂咬。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120年前的中国，中国人民是惹不得的。
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战狼姐华春莹在新疆议题上不退让，回向西方制裁，宛如八国联军，火速制裁十名欧洲政治人物以及四个实体机构后，再宣布针对九名英国籍人士和四个实体进行制裁，禁止有关人员入境中国及冻结财产等措施。There will be no change in the European Union determination to defend human rights and to respond to serious violations and abuses, as I said, irrespective of where they are committed.但中国坚持战狼式反击的后果，恐怕让历经七年谈判的中欧投资协定生变，并且把欧盟推向想重建美欧关系的拜登。华春莹盛怒之下搬出八国联军一阵乱咬，是否也在暗示习近平宛如慈禧太后向全世界宣战，重演悲剧？台湾过去都自觉自己是亚细亚的孤儿，但此时此刻的台湾真的是在一个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机遇，我们应该如何的好好的把握？其实这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时间点哦，来看看，先来看美国友人称赞台湾是全球卫生领袖，美众院外委会通过了挺台参与世卫的法案，这当中讲到说，其实台湾早就应该在这个当这个世卫的会员国了。好，那么希望呢，台湾现在不论如何，希望可以重新取得世卫观察员的身份。再来看美国参议员提出 ROC 法案，要求适当的对待台湾政府，这是。美国共和党的参议员 Ted Cruz 他所提的2021再保证承诺法，前瞻 ROC 法，要求当局给台湾代表呢适当的对待，禁止恢复奥巴马政府时期所实施的各种限制接触政策以及指导方针。好，已经呢有重量级的议员来支持了，我们呢继续看看这件事情会什么往后的发展。那么当拜登直接说习近平骨子里没有民主的时候，美国现在部分有关中国号称自己内政问题的，包括台湾、香港以及新疆，美国看起来是管到底了。甚至呢，这个拜登虽然没有把话讲得那么明，但是拜登下面包括了国防部，包括了这个布林肯，甚至现在连五角大厦都写出文章，官方的网站当中提出了台湾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想请问一下范老师该怎么解读？我觉得这次这个国防部他讲说台湾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很重要，历史性的一个对历史，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国会挺台湾那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美国的行政单位它一直是比较保守啊，它对中国总是有点就不想要直接忌惮，对对对，那这种建制派的思维啦。但是从川普上来之后，我觉得美国整个的不管是行政单位，不管是美国的国务院或国防部，都有很大的改变。你两岸问题研究那么久，你看到历史性的一刻被你等到，你很感动。而且这是非常敏感的，真的，这就是美国已经把战略模糊变成战略清晰。他把很多他过去几十年来，其实他本来就有那个立场，可他不愿意把它说出来。他现在说出来了。其实这个东西，我们看到1951年9月8号当时的旧金山合约，旧金山合约其实就是日本投降。然后跟美国签了一个合约，那当时这个合约是在联合国下面见证的，里面就谈到就是说日本放弃台澎金马的权利，然后但是并没有说这个权利要交给 谁，美国只是把旧金山合约那个60-70年前的东西直接打开天窗说亮话，我直接由美国国务院直接说了，如果台湾的主权不属于中国，那中国对台湾的侵犯就是属于侵略行为。因此我觉得拜登上来之后已经两次的从他嘴巴里面提到台湾，第一次是在2月16号他接受 CNN 的专访，他同样的讲说，他说我反对中国侵略台湾，他讲的是侵略哦，跟美国国防部的讲法是一样的，就是他认为台湾不是你中国的，你对台湾动武就是侵略，如果侵略按在国际法来讲是战争罪，你是发动战争，这是在国际上是国际法可以给予制裁的。好，那因此他说中国将面临俄国，他讲拜登第一次公开讲台湾，第二次就是我们看到昨天的记者会，那川普上台，我的记忆里他没有从他嘴巴讲过台湾，他可能有点推特啦，有，但他嘴巴没讲，是，所以拜登是连续两个月都提到台湾的，所以我觉得这点来讲，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那刚我再讲一下，刚才现在中美之间已经回不去了，中美。习近平我认为他这未来不可能，至少在拜登的三年任期他不是见不到的，你觉得百年党庆前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我觉得已经完全大家撕破脸了，那这个撕破脸也是你习近平犯蠢啊，你为什么要叫杨洁篪到美国去呛虾，
是你自己的问题啊！你不，杨洁篪是个鸽派嘛？杨洁篪是上海人。你觉得杨洁篪话讲到这样，绝对背后有人受益。当然是习近平叫他讲的嘛。可是，一受益，啊，你掐不了的。网民高兴了，那美国呢？他怎么又想到美国的感受？所以就是你看他，你说你说习近平真的聪明吗？我说拜登是讽刺他了。习近平只有小学程度，大家都知道啊，他怎么会聪明？他聪明会做这么蠢的动作？爽啊！我给你布林肯，给你，我就给你泼粪啊，我高兴啊，然后回来美国，然后我抵制你的产品啊，那你得到什么？他准备关门趁对啊，你那如果你真的想要跟拜登谈见面，你不是这种做法啊，这做法是完全相反的、啊。然后你把欧盟全部把它推向美国，那么蠢的、啊，欧盟本来对你中国还不想跟你正面。交锋还是考虑到市场，对，他想说他的主要的敌人是俄罗斯，结果呢，你现在把欧盟把党跟美国绑在一起了。我准备签告创下哈，就是你从小在眷村长大，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五角大厦的刊文，这算蛮官方的一个代表了吧？他说台湾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是欺诈，这可以想，因为中国一直觉得说香港、台湾、新疆就是他的内政，外国都别给我碰。我不知道你看了这个，你眷村长大还是从小就是要反攻回大陆去的？看到这个心里作何感想？然后美国也称，美国一方面说不能让中国来侵略台湾，第二个就直接说了，台湾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英国这位专家他说呢，如果让台湾落入中国之手，美国会拱手让出全球霸权的地位哈。讲这句话的是谁？他是被《时代》杂志评选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人，他在史丹佛大学哈这个当这个。研究者的资深研究者的佛格森，他说有人说台湾地位相当于1914年的比利时，1939年的波兰，就是下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地。但是呢，他认为啦，对美国来讲，台湾更像是导致英国失去全球领导地位的苏伊士运河。如果这样的话，台湾真的是非常之关键喽。其实苏伊士运河最近大家都很红嘛，对不对？那很红的话，英国本来是控制苏伊士运河的，1952年埃及把它拿回去，英国很不舒服。所以出兵，但是英国太远了，所以拉了以色列和法国。结果埃及呢就拉了俄罗斯、苏联就说要打原子弹，就要打原子弹到伦敦，就让英国赶快去找艾森豪。美国说我不想卷起第三次大战，英国就摸摸鼻子退了。但是这一退之后，全世界就看到说你这个英国宗主国没用，所以很多国家就独立。在佛格森在讲这个是提醒美国，如果台湾你把它放了，全世界都看不起美国。所以他为什么说撕掉台湾就等于撕掉天下，是因为就会跟英国一样，大英帝国再也不可信任，所以他在提醒。然后回到前面的话，其实美国正在铺陈一件事情，铺陈什么事情呢？第一个，五角大厦告诉你说，台湾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没有统治过它，所以你只要敢出兵，这是美国基于世界警察的利务，它是有机会出来的。这是侵略的行为。侵略，再过来铺成一件事情，就是说海巡法。你知道他们说这是海巡啊、海警啊，可是你要知道，奥斯汀跟岸信夫在谈的时候是海警法，所以这个是国家重要的事情。而且当时美国还做了一件事情，单兵注意。如果台湾被侵略，单兵如何处置？所以是美国，就岸信夫讲的，是美国出题。你整个日本如何处置台湾被中国侵略？所以他们接下来就是冬奥之后会有150,000人的那个日军自卫队在钓鱼台边进行军演嘛，而且还要测试一件东西。所以他们自己有报道，因为他们从去年12月内阁会议就讲，把他们新式的反舰飞弹12式反舰飞弹从射程200公里拉高到400公里，他们还讲了放在宫古岛可以协防宜兰。所以他们全世界都在准备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做这个准备？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理性的国家、理性的脑袋是不会乱来的。可是有个15小学程度的领导人，有一个非常不理性的、想要扶中灭洋的人。所以他们其实先前你看，从那个 Davidson 到阿基利罗都在提醒可能会打台湾。可是光这个提醒不够，所以他们就包含他们的《华尔街日报》或什么社论都讲说，拜登的底线在哪里？你光讲不够。所以他们现在是在这种最紧急的状况之下告诉你一件事情，其实它标题叫做美国正在准备告诉台湾和全世界，以及习近平，美军回来了。美军回来了，他们在预备着，如果你习近平再蠢动，习近平再这样的乱搞，接下来你会看到是美军回来了，美国军事顾问团，美军的力量会直接进到
太平洋进到台湾海峡。我觉得其实台湾的这个国际地位一步一步走到现在，我不知道这个独派的大佬们会不会觉得说，哎，蔡英文虽然是清军的，但是也不简单，把台湾走到这个地步，他们可能很难想象。好，此时此刻，然后我们跟台美之间的军事合作也台面化了。台湾确实到了能见度最高的一刻，而且呢，在立国际之间的这个地位当中更重要的一刻。蓝军有蓝军的思维，蓝军特别是年长一点的蓝军，等一下我会 cue 赵少康讲的话。但是我们又来到了这样历史一刻，我们如果跟中国也很好，跟美国也很好的时候，我们会签这个吗？我们有机会签到吗？外交部今天跟美国签署了台美海巡合作了解备忘录，我们来看 VCR。海巡署最新型的安平舰才刚下水三个月，拥有射程达120公尺的高压水炮。最吸睛的是舰上安装了镇海火箭弹。镇海火箭发射器一次能击发42枚火箭弹，有效射程5公里，最大能击发10公里远，与阿帕奇直升机上的海神火箭弹属于同级武器，执法有威慑力，就算发生战争也不会缺席。安平舰跟海军沱江级同样共型，能执行平战转换，抵抗中共骚扰，装上熊三、熊二反舰飞弹，能变身第二海军。海军执法有新装备，现在更获得新伙伴。现有的长期密切合作关系进一步正式化，这也是拜登政府与台湾签署的第一份备忘录。2019年3月，美国海巡博索夫号就曾和美军神盾舰一起通过台湾海峡。现在台美首度签署海巡合作备忘录，沟通平台台面化。过去台湾就会送海巡人员赴美受训，未来海上执法、搜救、共享资讯全面制度化，联合海上搜索与救援行动，台美海巡人员也有机会在海上一起合作训练。这是个重要的里程碑，展现台美持续将彼此的交流与互动制度化的决心，并朝全方位合作伙伴迈进，包括人员的训练交流，还有两边的往来会更常规化。我觉得这个对台湾是好事。中国强势颁布海警法，已经让美日携手合作对抗。现在美国在与台湾海巡签署备忘录，若遭遇海上有状况，台湾海巡执法将获得更多保障。好，我们来看哈，这个中国的海警法是2月生效之后呢，当然就是说包括日本、台湾，甚至以及美国呢，都是高度关注的哈。所以台湾、美国今天在外交部签署了台美海巡合作了解备忘录。那由于我们的这个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呢，海巡署是快速的往第二海军的方向来转型哈，所以呢，往第二海军的方向来转型，而美国的海巡署其实相当于是第五军种的时刻，是不是更值得来好好的观察整件事情哈？所以确实哦，就是刚刚像主持人说，或者像刚刚范老师所提到的，一方面就是说过去美国是战略模糊，但是现在整个清晰了。然后再来的话，过去可能都是在台面下做，现在台面化了。嗯，然后我们也会看到说，这些议题也随着这样子的一个国际局势的复杂，越来越多元化。刚刚提到的只是一个海警，或者说像是这种第二海军的一个合作，虽然具有准的军事同盟的一个意味，但是某种程度来讲，它大概也象征着说现在的这种对于中国到处在释放这种所谓的灰色冲突的压力哦。嗯，然后台湾跟美国，还有台湾跟欧洲，或者是台湾跟其他的民主国家合作的这个机会跟空间也都越来越大。那为什么要这样讲？是因为我们最近看到这种所谓的非典型的国家安全哦，传统上来讲，两个国家要结盟，好像只有在军事合作上面要达成一个默契，然后别人打我的时候，你要一起来防御；我去打别人的时候，你要帮我一起打。那这个已经是旧思维。现在我们看到的非典型的国家安全，可能包含了只要能够危及到这个国家经济啦、社会稳定啦，或者是国防安全上面的一切议题，都可以来展开合作，然后也都变成提高成为 国安的一个议题。所以这个海警，或者说我们讲到的海巡，被称之为是第二海军，原因还是因为它基本上还是在于一个警察或者是维安的这样子的一个特性啦，并不是正统的这种军队的一个合作。但是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讲的话，基本上可能对于这种非典型国家安全的一种合作，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很多地方持续的在展开。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晶片还有疫苗的这些部分，它都可以上升到是一个国家安全的层次。那在这些议题的合作上面来讲，未来都可以看得到台湾不只是跟美国，也同时会跟其他的国家在这些议题上面展开更加密切的一个合作，然后来确保国安哦，不是只有在军事安全上面的一个威胁，可能是在各个议题上面来讲都能够做到一个滴水不漏的情况。
好，我们来看哈，海巡署打造第二海军，意图来意这个逐一展现嘛。所以呢，包括海巡署长是开始由海军将领来接任了。我们海巡的新舰艇呢，可以装配镇海火箭弹以及机炮，这个叫做平战转换。哎，我们也是因为呢，这个舰艇成立之后才知道什么叫做平战转换哈。所以我们海巡署平常是海警的任务，但是真的在危急的时刻，是不是也肩负着第二海军这样的一个能力？这是。会不会让我们国人感觉比较安心哈？但是呢，我刚刚讲到这个蓝军有一些思维，都觉得说台湾现在有一些做法叫做黏虎须。什么叫黏虎须呢？他们觉得中国已经强大起来了，我们干嘛没事去挑衅中国呢？所以赵少康的逻辑就是这样哦。好，台美签海巡合作备忘之后，赵少康说，那两岸也可以联合保卫钓鱼台啊。我正想请问赵少康说，那你先叫中国讲一下，我们是不是他的其中一省啊？所以就说。蓝军这个逻辑是某一些人还是会买单的，觉得对啊，我们就是一个小国家，我们也不要去理他，我们不要去惹他，我们两强之间保持一个中立不好吗？干嘛现在这样呢？赵浩刚的逻辑就是说，我们可以跟很多国家合作，但是我们也要跟中国来合作，联合保卫钓鱼台啊。教授你的看法？第一个，他根本不承认我们有海巡署啊，他认为叫台湾某海巡单位，他一定是这样，因为他不肯承认我们 中华民国存在啊，他怎么可能会跟我们的政府部门来合作？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这点都做不到，更何况你这样做，那我当然了，这个钓鱼台是各有各的各有各的主张嘛，那我们为什么要跟他去合作来做这件事情呢？好，这就很重要。再来就是说，这次这个台美之间，其实你看最近这个美国的新的印太司令那个阿基里诺，他在那个参议院的听证会啊，因为有些参议员问他说这个中国会不会对台动武啊？他说是会不会在什么时候对台动武？会不会在2024年？他说可能来的会比我们想的还要快速。就是美军现在已经把这个中共会不会对台动武，本来是未来事，现在可能看作是现在进行式。所以他认为说这个，他说中共对台动武可能。不会只是在2024或大家所说2045或怎么样，他说可能会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迫在眉睫，就美国已经感受到那个紧张的氛围了。那但是美国现在担心是什么？如果中共真的对台动武的话，那美军要从这个美国的太平这个所谓的不管是冲绳或者是从韩国或从日本的基地过来，可能鞭长莫及。就未来这个签署下去，不是只是说情资的交换那个过去就有了。现在可能进一步的是什么搜救演习，一开始是做这种比较不敏感的。你说我们签这个备忘录之后，两个海巡要合作的时候，对，就是共同搜救演习，搜救演习，搜救共同打击犯罪，或者共同反制海盗，这个是可以先来做的，那我至于说这种科目，很可能就是环太平洋军演的预演，对，里面的一小部分，环太平洋军演。因为我们知道，所以过去始终说有机会参加环太平洋军演，说不定对，可能是一个就打擦边球了。我觉得未来台美的海巡单位的演习是指日可待的。所以蔡总统在下这个棋的布局的时候，很久了，深谋远虑了，五年了。我必须要先讲哈，我们在这个南海这边，我们有太平岛，有东沙岛，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地缘战略的位置。所以不只是台湾要来守护它，对美日这些国家来讲，对于主张南海要自由航行，避免南海被中国扩建岛礁军事化内海化来讲，这两个也是战略必争之地，所以我们来加强这个防卫的力量，这是理所当然。台湾需要，其实很多的利益相关国也需要。那刚刚讲到就是说，如果能够从这个海巡方面的海上的救助等等开始，一步一步走向非常实质的，甚至有一天如果能够联合演习，我可以告诉各位，这对台湾多重要。我们的武器，对不对？我们的多少的情报系统等等的，都是来自于美国。那包括是战场上面的管理，只管通行实战的演练，如果能够跟美军在一起，这对我们来讲，我们的作战来讲，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是一步一步的来，为什么有序的布局？为什么要在这边加强我们，甚至把它第二海军化？这是势所必然。第三，我真的是觉得赵少康先生，亏你还要选2024年的中华民国总统，你讲话不要笑死人家的大牙。我不客气的讲，各位来看看，虽然大家避免用新冷战的态势，现在不是很像集团军在拉开吗？这边有美国，有欧洲，有加拿大，有日本，有民主自由世界同盟，另外一边你看到中国、俄罗斯，可能北韩、缅甸这些都要加进来，这是一个民主自由对独裁政权两边的对抗，你可以看到两边都在集结人马。好，
我们就单单来讲，他说共同保卫钓鱼台多么荒谬。好了，我们来看美日才发表过共同声明，第一次哦，以日本的外务省这么害怕中国，甚至亲中，那可是他们的防长是力量蛮强大的，点名批判中国，也讲到说对台湾这边我们的水域安全的关心，对日本也至关重要，对区域的和平安全至关重要。好，在这么强这么明确的讯号之下，那我请问你，如果我们选择跟他一起来所谓的保卫钓鱼台，你是把台湾逼到中国一部分吗？我们变成中国的一部分哦，变成我们是他内政化的问题哦，一起来对抗美日为首民主自由世界的同盟吗？台湾还有出路吗？台湾不就进入一个中国的口袋战术里头了吗？那你攻击威廉吉掐贵铁油多吗？所以我觉得真的是 Holy g a， 我们现在的总统叫做蔡英文、哦、台湾的主体意识。那至于其他这些口水，拜托你不要乱喷。好，如果现在呢，这个国际局势的专家都认为说台湾有可能就是下一次世界大战的热点的话，台湾的能力到底好不好？我们在国防方面的能力现在状况到底是什么？其实今天呢有最新曝光的哈，国防部呢已经把远程打击的能力纳入四年的国防总检讨了。现在有什么新进度？我们来了解。飞弹发射车出现在高雄街头，上面搭载的是爱国者飞弹，还不只有一辆。透过三立镜头独家直击，飞弹车后头跟着的还有雷达、电力等必须设备，甚至连爱国者三型飞弹的大小弹种也全部出动，加加约30辆飞弹车组，甚至还伴随云豹装甲车负责警戒任务，让高雄市民大开眼界。如果我不知情，民众突然看到那么多国军的东西，而且又是飞弹车，如果我知道是飞弹车，而且还是实弹的话，其实那个当下会觉得很紧张，应该。也是会觉得蛮壮观的吧，因为平常也不会看到那么多军方的车辆在路上开。尽管空军在战备周第一天发生 F-1 战机撞击事故，但地面上的演习照常举行。飞弹车的移防训练，空军并没有因为意外而取消。当然会支持啊，但是就是还是要小心啦、啊。我觉得开飞机还是要小心啦、啊。国军战备周启动，预计将演训5天4夜，模拟共军攻击台湾，爱国者飞弹大规模移防进入战术位置的场面，难得一见场景，让民众啧啧称奇。好，谈到了飞弹，我们请到了专家，好，这个总工程师张成工程师来到现场。我们想请问一下，目前呢，中科院首度证实了，我们开始有陆基飞弹可以量产，而且呢，这是中科院副院长的说法，好，除了可以量产的这个陆基弹种之外，还有3项的科研案，射程资讯都需要保密。我刚刚那个慧敏有提到说，其实这个源头是来到我们四年的。就民国100年的四年国防总检讨里面提到说，国军未来建军的重点会放在远程打击，这个是整个事情的开端。那昨天呢，25号呢，中科院副院长冷清旭呢，他也公开的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说国军现阶段有一种可量产的陆基弹种，另有3项科研案，但射程等资讯皆需保密，无法透露。那我们就来解读这句话在讲什么哈。首先呢，我们想现在要谈的当然是远程打击的飞弹，那我们先把量产这个字做个定义哈。是，什么叫做量产？国军的武器要量产之前呢，一定要经过一个很严密的叫战术测评。什么叫战术测评？测试战术的测试评估、就是这个武器在国军的需求下，在战场做各种作为下，各种场景下，它是不是可以合乎国军的需求？这测试要通过了以后，我们才可以进入所谓的量产。那我们现在就来想想看，说，猜猜看，他提到这个可量产的陆基飞弹是什么？陆基这两个字是陆地打陆地的意思。那按照国防部已经公开披露的讯息呢，在2019年那一年呢，国防部有提到说，有一枚飞弹叫做天宫2B 啊，要准备。那个要性能提升，那我就谈谈天宫2B 这个飞弹了、哦。那是在1996年导弹危机的时候呢，中科院临危受命啊，就要把当初的天宫2型飞弹从地对空，经过某种结构改变之后呢，改成地对地飞弹。那天宫二型飞弹的地对空的拦截射程大概是200公里。那经过这样调整之后呢，根据那时候我所披露的资料，就是大概可以变成地对地
500公里的一个飞弹。这种飞弹想象中它的形式就是抛物线形式的弹道飞弹的作为，所以在国防部所公布的是，哎，这有一批飞弹即将要量产啊，2019年有前三年的时间，那很可能这个就是冷静区副院长所提的可量产的陆基飞弹。那我们再看到那三种科研，大概是哪三种？我们先看这张图哈。这个我们去年在谈的那个川普政府的军购案里面提到的海马斯多管火箭，其实比较精准的讲，海马斯是个载台，他现在讲的可以射程300公里的是一种火箭弹，它可以直接从台湾到对岸的源头，那 对岸的陆地，那源头打击对我们国军到底有多重要？我大概说明一下我们台海作战的四部曲，第一步就是源头打击，决战境外，第二步呢叫做击敌于半渡，就在渡海作战的过程中击敌于半渡，第三个才是滩岸歼敌，最后才叫国土防卫。我们用这个逻辑来想，如果达到国土防卫，是不是就很紧张了？对，所以怎么样在源头打击，我们在我们管理学上叫做源头管理，怎么样把源头打击做好，然后降低后面的负担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从海马斯谈起，300公里已经够到对方的陆地上面了。对方的陆地的部分呢，这边有很多机场、港口，我们就有机会做源头打击。那我们再看这一圈，这是300公里，这一圈是600公里。600公里很可能是传说中的熊二一巡弋飞弹，好，是。那这边还有一圈，这圈大概是1000到1200公里之间，是什么呢？很可能就是熊二一的增程，就这边提到的一个科研案，要把熊二一从600公里增程到1000到1200公里，可能这个。好，我们这边还有一个虚线的地方叫做云峰飞弹，好，云峰飞弹其实现在也是传说中的云峰飞弹，没有人看过嘛，哈。那前一阵子在媒体所披露它的射程呢，大概是1500公里，那这个虚线很有可能就是要把1500公里往推到2000公里。我刚刚提到天宫二 B， 天宫二 B 这飞弹是一个地对地的弹道飞弹，就抛物线形式的弹道飞弹形式。好，那在弹道飞弹分类里面，1000公里以内的叫做近程弹道飞弹，1000公里以上到3000公里以内叫中程弹道飞弹。那近程弹道飞弹跟中程弹道飞弹打击力一定不一样。那中科院承接了很多以前叫国科会，现在科技部所委托的探空火箭的计划，就是把一些 payload 一些实验室啊，经过脱节火箭的方式送到太空中。好，那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技术结合中科院其他的能量，我们可以开始发展所谓的弹道飞弹。事实上，在媒体上有披露一个叫做极准专案啊，极准专案呢就是我们中科要发展脱节火箭，类似美国潘兴二型的弹道飞弹，中程弹道飞弹的形式，就是从台湾本岛可以达到1000公里以上、3000公里以内的弹道飞弹，那这很可能这边谈到第三项科研，就是三项科研案。那事实上，我们看下一页，我们中国现在正在量产的飞弹呢，有哪一些呢？第一，我最熟悉的当然是熊三反舰的增程型啊，这是在我任内开始完成了，外传达300公里以上。那如果有这种熊三反舰增程型的反舰飞弹，这个超音速的反舰飞弹的话呢，其实对我们台海的防卫，尤其是现在我们台湾南方的巴士海峡，它的宽度大概400多公里，300公里已经超过它一半的以上的所谓的距离了。如果中共要经过我们台湾巴士海峡进入所谓的太平洋西部，就是菲律宾海的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防治武器。另外就熊二反舰飞弹了，的增程型啊，现在已经增程到超过200公里，那这个目前也在量产，这个是有绿华院公开的数据的。另外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我们现在在九份无限高的测试，这天宫三型飞弹，这边特别提到叫做射高，不是我们没有谈射程，因为天宫飞弹三型的射程约落在200公里之内，是我们相信的。但是为什么要谈射高？因为它是拦截弹道飞弹很重要的武器，那射高到45公里，就远高于我们现在爱国者飞弹大概30公里、25公里的高度，让我们对于弹道飞弹拦截呢有2个坡次以上。事实上，中科院除了正在量产这个天宫三型的防空飞弹之外呢，事实上天宫三型的增程型其实是射高拉长型，也正在研发中，希望可以拉到75公里。那这一些对空对地等等的飞弹的量产，跟刚讲源头打击能力，是我们保障台海安全很重要的关键。是，总牧师，您之前就是说还在役的时候是负责熊三飞弹，熊三飞弹，然后现在的进程到这个样子，是，您退役大概多久？11年，十一年的进程到现在可以达到这个天宫二 B。对不对？这是传说中的云峰，是不能说的秘密，但是好像也蛮多人知道。是，你觉得这个进步符合您的预期吗？还是你觉得可以更好一点？我先跟慧明分开谈一下，
熊山飞弹是反舰飞弹，好，像反舰飞弹。那反舰飞弹的增程，它的研发案的确在我任内完成，现在是进行的生产案。好，那刚刚你提到，我们提到天宫二 B， 它基本上是防空飞弹。防空飞弹跟反舰飞弹某种程度是两码子事哈，是好。那我们现在讲的云峰或者天宫二 B 都属于弹道飞弹形式，远程打击武器。好，那您刚刚问我说，看到现在发展的进程状况怎么样哈？我必须很谢谢现在在岗位上的中科院的同仁啊。其实每一件事情都非常的困难。我举天宫三型为例子，或者我用天宫三型为例子来谈天宫二 B 哈。我们要把射高拉到45公里、75公里。那边的大气层的结构绝对跟我们在地球表面上是不一样的。某种程度我们要发展太空元件跟太空电子技术。那这种太空元件跟太空电子技术，如果天宫三型做不出来，我刚刚讲的天宫二 B 或者起风飞弹也通通做不出来，因为在太空的世界，就大气层比较薄的世界里面，跟我们在现在所谓平对流层里面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种太空科技、太空技术的发展，不管是电子、机械、材料方，其实是非常困难的。那我们在做研发的过程中啊，要做的实验呢、那个是非常的严密、非常的多。然后从零件组件做出来到整合起来，那是非常困难的工作。这还没有完。要能够生产服役的后勤补给也是一大件事情。那在这个我退出11年了，但是我看到还在役的那个还在为的在位阶上面的工作同仁兢兢业业的努力，尤其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多，这是件好事哈。那我希望我们国防科技可以向下扎根，往上发展。是，创下你很多兄弟在。就是飞弹组，就是张老师的属下嘛，对不对？其实张老师刚刚讲那些其实关键是什么？当我们组织这么多飞弹的时候，这个是。国家动物星球频道、国家地理频道里面非常有趣的一个画面，非常经典的画面，其实中共现在习近平已经不是藏狼了，他叫做密环，今世世界纪录里面就是完完全全没有理智，只有本人就是到处乱咬，狮子也敢挑战，什么也敢挑战。这是什么啦？我看不懂。密环就是全世界最凶狠的一只动物，到处乱咬，对，就到处乱杀，然后完全的是狮子也敢惹，什么狗也敢惹，蛇也敢惹，鳄鱼也敢惹，全然不考虑自己的实力。狼的话其实是很智慧的，但是最后呢，蜜獾碰到刺猬，就是这样的效果。它上面那个是刺猬的刺猬的刺，而台湾就是刺猬岛。所以我们买这么多飞弹，真正的战略上的需求是什么？就是刚刚讲的，不管是反舰、防空，最重要的陆基它有多重要？陆基的重要是什么？当年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古巴危机？就是因为美国在土耳其放了陆基中程导弹，那结果俄罗斯吓到，所以才一定要在古巴，在美国的旁边放陆基的中程导弹，因为这样子才能够去制威慑。所以关键陆基飞弹已经不只是源头打击，是威慑，保证你敢打我的话，我跟你互相毁灭。所以美国才会重新来过，1980年代取消了中程导弹协议，美国才发现吃亏了，所以现在美国要赶快做中程导弹陆基的。陆基的差别在哪里？常备化。你说放在海上对不对？放在飞机上，你到时候要调动飞机，你要调动船舰，从关岛从夏威夷过来，那怎么够？陆基就是在这边我就常备化，你只要攻击的时候我就可以打你。所以最近为什么日本防卫队在宫古岛那边14万的军演这么重要？他们为什么刚刚讲的要把他们的12式反舰飞弹拉高成400？因为陆基的时候我就不需要部队长程的跋涉，我就可以威吓你，所以他才说协助我们保卫宜兰。因为当他到400公里的时候，从宫古岛，你是上次不动七五吗？你说日本要协助我们保卫宜兰呢？保卫宜兰，因为台湾失去了，日本会倒霉。上次不是他们的动拐五，老公的动拐五要来找我们73旅吗？对不对？就是从宜兰那边，他就代表着我有陆基的时候，我可以威慑你，你只要敢来。你会付出代价，而这种威慑已经比源头打击更进一步了，因为中国离我们太近了，台湾海峡太近了，最危险的110海里太恐怖了，飞机飞过来7分钟，战舰飞过来半天，这个东西对我们飞弹飞过来也是几分钟而已，所以为什么刚刚要把它拉到2000公里的长城？中国也要知道，因为中国一直欺负我们，我们不能打它嘛，我们不能威吓它嘛，可是你记得823是怎么打下来的？一枚8寸流鱼过去，中国才知道说他也会死人，他也会受伤，他的飞弹车拉出来的时候可能会被击中，所以我们现在要拉出那个2000公里，就是美国也是希望，所以阿基里斯阿基
阿基里洛就是新的那个印太司令部，司令他在开的时候想要协助台湾，鼓励台湾做一个可不对称型的威慑武器。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中国的飞弹车，你从那个安徽的那个基地出来的时候，我们把你打掉。我们这个陆基量产会主要陆基的那个飞弹安装在哪里？那不会告诉他，那陆基就是在地面上。但是今天公布这个讯息，这个立委要质询的时候，特别是执政党的立委做的质询，大概都会有一个心里有个数，不会说临时副院长爆料。嗯，这个时候公布这个讯息，你觉得应该怎么解读？就是告诉他说，我们确确实实可以，你中国不要以为说你是集结在平潭岛，你在江西，你在浙江，你的飞弹车出来，我就可以打到。如果我们将来云峰飞弹，还有一个最神秘的天马飞弹，到底有没有啊？大家都在传的。到时候你看，我们刚画那个张老师画的那个范围里面，北京、上海、武汉、广州，通通在范围里面，是告诉你说小心一点。到时候你不要逼着，就是这个东西叫做美国叫我们是逼着中共军队往后退。那军队往后退，他要攻台的时候叫千里集结，而这千里集结他就要好几天的时间，而这好几天的时间美军就可以过来。所以陆基中程导弹他的目的不是说跟你要一枚一枚打，而是警告他说，如果你真的要蠢动，你不会像现在一样好像把台湾吃得死死的，你要付出代价，你可能823的时候厦门的一个车站全毁，这件事情你随时会发生，包含习近平的中南海，有一天我们会告诉你说我都打得到。我们几个新闻综合来看，就刚开始谈到的美国跟日本台湾跟美国签署了这样的一个合作的 MOU， 对不 对， 对，那包括了这个共军占领钓鱼岛或者是武力犯台，美日150,000自卫队现在要进行军演来挺台湾，所以看起来就是说我们签署这个备忘录表示台美之间合作台面化的时候准军事同盟的关系，日本其实 一直也希望在中国美国之间游走的，现在也站在了这边，甚至直接讲到说呢，台湾如果被袭击的话，中共夺取钓鱼台的可能性是大增的。所以如果说，这个射程400公里为主的话，可以从宫古岛来协助南洋平原。对，就是宜兰那边帮我们保卫。美日台对是一个合作的关系。那我请教你哦，因为赵刚讲的这番话听起来好像很对嘛，我两国，我跟美中两国都很好，不是很好吗？赵少康这样的空间有没有？到底这个局势里面，我们跟美国、中国有没有互相都很好一个等距的空间？赵少康是新闻前辈，可是这一国际新闻和世界新闻怎么都没有 update 呢？因为美国和中国就是不好啊，这个前提根本不存在啊。既然前提不存在，怎么会有美国和中国很好，两面逢源？现在美国和中国就是不好嘛，一个是同盟国，一个是轴心国，一个是邪恶轴心，两方都在你死我活了。如果赵少康告诉我，你什么时候证明美国和中国是好的？如果不是好的，让我们怎么办？一个要我们的钱，一个要我们的命，我们情愿付钱。所以这其实跟奥巴马时期完全不同了。是的，奥巴马时期马英九还可以，就是两边好像。因为拜登要赎罪嘛。拜登当年的时候，对啊，你看《华尔街日报》还特别由那个雷根的前顾问出来讲说，你拜登的底线在哪里？大家都在担心你拜登会回到奥巴马时代，而中国习近平希望拜登是奥巴马 2.0， 所以拜登要做的更强硬，告诉你说，我绝对不是奥巴马 2.0， 尤其他背后还有个川普。虎视眈眈，他会做得比川普更前进。好，不过你怎么看这个局势？现在连陆委会公布的民调都发现了，台湾只有 5.2% 的人支持一国两制。因为我觉得台湾的资讯非常公开透明，台湾人看得很清楚。我觉得美中之间已经不是说单纯的竞争，美中的竞争我觉得已经是有一点那种零和游戏的这种竞争。那当然到最后会不会变成是所谓的零和游戏我不晓得，但是就是说那个纯粹就是说你我们双方不是说，我们和平共处，而这个是中国已经觉得说我想把结构性的把美国干掉，美国也觉得结构性的我很担心中国来取代我世界强权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先看清楚这样的一个国际态势。这也是刚刚这个创下去回应那个赵尚康这位媒体前辈的这个话。第二个我觉得其实从这个美国跟日本他们所谓国防外交两个部长的2+2会议，其实那一次就已经很清楚讲，他们这次特别强调说台湾有事。什么叫台湾有事？台湾如果有事的话，而且明确范围在包括战争啊、天灾等等，基本上只要发生这些事情，这个美日台几乎虽然我们没有
没有所谓的美日安保条约没有签约在里面，可是基本上美日台就是一个共同的一个防卫的这个盟国，这个态势很清楚，而且连美国的五角大厦都已经讲说台湾从来就不是中国的一个部分，话都讲得那么白，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哦，我们当然不用去涉入所谓的美中两大强权那种接近零和式的这样的对抗，但是身为一个小国，我们至少站在民主同盟这边，我们要做好我们自己，包括主权，包括防御，包括区域安全相关，我们要有我们自己的责任，加入这样的一个民主同盟，我相信绝对是正确的，因为人性很简单，人性绝对都会找最适合人性生存的方式，专制跟民主，这当然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抉择啊。嗯，广告之后我们要带你来看台积电哈。台积电之前跌到了570耶，想说差嘛差嘛是不是就继续跌哈？再加上英特尔要投资，也跟着要做晶圆了哈。结果今天台积电股价大复活，应该怎么解读？我马上回来。好，我们来看看 Intel 呢决定5700亿给它砸下去对决台积电，所以台积电最近股价蛮震荡的哈、哦。但是今天是不是给出了一个答案了呢？台积电又冲了哦，这个连续停滞几天之后，甚至是下跌了几天之后，现在冲了，是不是透过资金告诉英特尔没那么简单？就像专家讲的，没什么机会，是不是这样？昌兴，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哦。其实我们刚才一直提到很多台积电，包含这晶圆代工哦，也是台湾一个在美中角力中之间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而且我们可以说是在这三个地方里面最什么最前面的。你说 Intel 他们在去年是怎样？他是宣布说伊无要做哦，他是不做哦，因为什么？因为台积电的制程比他超前，所以美国也需要台湾，所以现在的这个平衡就变成说美国卡中国，美国又需要台湾。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就要知道整个这个制程的部分呢，如果大家没有一个概念，我先给大家一个概念，14nm 就14奈米哦，大概是 iPhone 6到 iPhone 8啦。那我们说的这个7奈米哦，大概是 iPhone 10啦。那最新的 iPhone 12或是 iPhone 13，就是我们看到的5奈米制程。所以说，南京买台积电走的哈，就是最新制程的产品。那中芯国际半导体，矮工逮到烟鬼华为，它只能做什么？中低阶手机。好，那现在重点来了，大家一直要问哦，那既然新的这个所谓的 Intel 的执行长，我们说Gil Singer 哈、哦，他上任之后哈、哦，说要投资亚利桑那州哈、哦，被倒租哈、哦嗯，大家想哦，他其实哦，他是一个议题，为什么他是一个议题呢？因为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拜登上任之后，他讲一句说，我们要芯片制作，制作哈、哦，接下来美国要 Made in USA， 所以你这个命令一下来之后，这样的一个法案一定要来配合嘛。但是问题是说你不能只看这些所谓的新闻标题的内容，问题是你要看你的软实力做不做得出来嘛。如果 Intel 老早就做得出来，他去年十月为什么说他要放弃自己做，然后全部外包给台积电？那是因为台积电这点能力基本上可以做到 3nm。所以现在的这个所谓的一个我们的看到这样的新闻出来之后呢，事实上我们在做评估哦，就是说Intel 他现在他是想这样做，可是大家知道投资一个晶片厂或是一个晶圆厂，他不是说我现在要投资随后嘛，所以可以接下来一当两当三当，所以他在建的过程中基本上他已经落后台积电。还有一个我觉得大家关注的更重要一个重点是说 Intel 他是做什么，如果大家知道 Intel 是做 CPU 啦，他 CPU 他是做产品的，其实美国最厉害的说我是自己做产品，代工都交给你全世界来做，美国中国基本上刚刚不对啊，交给中国做，你可能会被这个这边有所谓的我们说的情资的影响，那交给其他的国家，比如交给台湾没问题，可是他希望把他的自己国家的比重拉高，那这个时候他说他提出这个议题拉回去，但是拍谁哦，你在你最能够获利的不是做芯片，反而是什么，你卖那些产品，那如果 Intel 自己做晶片，那会不会对台积电产生很大的影响？我跟大家报告为什么不会哦，因为在做的过程中我们看到这些晶片的一些大的需求商，有什么？有高通，有 AMD， 那可能我们看到这些的厂商，那他会去买 Intel 的晶片吗？ AMD 怎么会去买 Intel 的晶片？一对一对手嘛，所以 Intel 如果这样做，他势必只做一件事情，一样的公司切这一半，比如说一半是我卖品牌，一半是代工，那个代工厂可能就不叫 Intel 了，可能是 Intel 的子公司，那这样的话他的势力又被削弱，所以在这样的过程中呢，我们去判断到其实 Intel 做这个动作基本上他只是说我可能我以后我不能够完全放弃晶片的制造，
但是 number one 诶，雄厚诶，马西爱靠台积电的。嗯，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接下来推说，为什么台积电股价能够涨到这么多？我想也是很多观众在问的吧？到底要涨到哪里？那为什么会回档？对不对？会影响是多少？我先给大家一个数字就是说台积电其实股票的价格很简单算，就是乘法而已啦，就是今年赚多少钱，然后再乘以你的本益比，就是说几块，我愿意给你多少的倍数。嗯，大家知道今年呐、啊。他们在预估就是大概在21块，去年大概19，现在20块，那现在本益比都是30倍，所以20×30就是80块，所以600块以下甚至凶。其实我们自己在估都是这样估。那外资给台积电预估是明年是赚25块，后年是赚30块，所以你看25×30=750，30×30就是900，所以其实这是600、750、900。好，那 Intel 这个事件出来之后 ，Intel 占台积电的比重10%。啊，这意思说，如果 Intel 的单子一张单子都不下给台积电，它、可能就会从750打9折下来，就是台积电的目标价。哦，啊，搞可能还没可能一张单子都不下嘛。嗯，那这样的话，你说750打9折打下来，大概什么670到690、所以今年的高点大概就在这边。所以我再次跟大家讲，其实台积电是现在台湾不要说护国神山而已、是全球我说晶圆哦。全世界的焦点就是在台湾，因为它是全球最什么最先进的制程，而且都是什么 Made in 台湾，在南科附近，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台湾的战略位置、台湾的商业价值都是不能被取代的。所以我想哈，这样的一个方式提供给这个观众朋友来做思考。好，所以说就是说哈，英特尔的新任执行长他说，太多晶片在亚洲生产了，他要在欧洲建工厂。他画画的呢？对啊，画画。哦，你讲要起好一段时间，是啊，技术能不能跟台湾比？你记不记得最有一个有一款 iPhone 出来，可能 iPhone X 出来的时候，有一两种 CPU。对，一个是三星的，对，然后一个是台积电做的，对。然后三星其实制程哦比台积电差一点点，对，过热，对，然后大家就要看 CPU， 就是这个状况。对，我那天就出现这些问题嘛，然后就台积电人就神秘的一下跟我讲说，如果是。买到台，如果你很幸运买到台积电 ICU， 就没有这些瑕疵的问题。没错，这就是台积电跟三星的差别嘛。好，那专家怎么看这件事情呢？有分析师就直接说了，你 Intel 公过了前言公共的呢，你根本没有实质性的细节嘛。你是不是将来要去跟美国联邦政府拿补贴呢？对不对？因为这才是重点企业嘛。好，所以说还有人直接说呢，英特尔在晶片制造上落后台积电2.5年的时间，要缩小这个差距是。没错，所以说你要跑的时候，台积电继续跑啊，是不是？你要跑的时候，你还要先把设备弄好，还没弄好嘛？啊，还没跑，人家我们已经跑在前面。所以这次的台积电算是股灾，不小心被无知的人给震掉了，是不是？来，我先说，神不是乱叫的，是真的神啊，不是假神啊！哦，我们现在来讲，为什么台积电这么神？因为你一个台积电今天能够到全世界最领先，这里面有多少优秀的人才？然后整个产业链有多么完整，那个是一步一步养成，不是一触可及的。如果钱砸下去就可以的话，我请问一下，中国半导体的烂尾楼还不够惨吗？所以我们单单先用人才来讲，在高科技人才是竞争之本哦。我就引用利基电老板的话，他说什么呢？慧敏，在美国一个像要养成一个台积电这样的工程师，半导体工程师年薪要18万美金，你知道在台湾可以请多少人吗？4到6个工程师，4到6个。然后他是算得非常保守，他说以贡献度来讲，台湾的工程师的贡献度可以到美国的70%至少。我觉得这个都讲到太保守了，其实我们的工程师相当优秀。那我请问你，18万美金我们可以请4到6个，我们的贡献度是70%以上。单单在人才的，你说他们的一个工程师，我们年薪要18万美金，他们台湾呢，我们贡献才70%哦。那个是不可能了，绝对一比一敲鬼。对啊，我告诉你，他讲的太保守。我认为，我告诉你，我就算用最保守来算，好不好？我们的工程师出去国际是一流的，本来就一流啊。我们太多朋友在国外，但是我就引用他的话嘛，但 KMP 来讲嘛，就算是这样，好不好？听得生气嘛？但东西我跟你讲，但东西压抑，你在顾哪杯啊啦？但他 CP 值哪样啦？对不？你跟他讲人才竞争，台湾的优势有多么强大？这第一点哦，哈。那第二点就是说哈。对啊，这个我们的财经专家讲，哎，建那个厂不是说我给你画画，说哦，我规钱给砸下去，明天我就平地起高楼，不是哦，建一个厂大概要3到4年。那我可以告诉各位 ，Intel 现在多少呢？10奈米，已经女神卡卡了，修瓜卡卡，你知不？台积电起码是5奈米、3奈米，到时候3、4年以后已经是2奈米了。那个叫做什么你知道吗？台积电已经上太空飞，火箭在飞了。这个 Intel 还开着 Toyota 在地上追。
你觉得追得过吗？可能吗？好，这第二个。那第三个你就会问啊，好，那到底你 Intel 在看什么？对，没有错，就是刚刚讲的，美国拜登说有3兆美金要纾困，其中单单半导体1600亿美金。哎呀，你如果是 Intel， 你会不会眼睛 bling bling 啊？嗯，对不对？我顺势嘛，我来拿补助嘛，而且他们军方也希望呢。为什么？坦白说，他们也会认为说，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些本土的？自己的才比较牢靠一点，否则有一天万一卡脖子怎么办呢？哦，因此呢，在这个情势之下呢，过去他虽然曾经美国要求台积电去设厂，对不对？但是最高端还是留在台湾呐、啊，因此他们希望扶持本土的。那看来看去，那当然 Intel 比较好啊，所以也有美国政府的期待，所以会有美方美国政府的补助嘛。那第四个 ，Intel 的算盘打得很精啊，除了顺势可以拿到补助之外呢，还有，其实 Intel 在看什么，你知道吗？现在最夯的还有一个产业叫做什么？叫做电动车啊。我们现在台积电不是被这个电车用电子追着跑吗？好，电动车车用电子它的制程不要到太先进， Intel 来盖厂，将来应付绰绰有余，刚好可以发这个电动车的财、所以它是各方面方方面面评估之后的结果。因此我们必须要说，台积电确实是非常的棒。那么在你可以忘的，它现在最强的对手就算是这个三星好了，三星都差它一个世代，而你越到越先进的制程，它是越困难追赶的哈。因此我们要爱护台积电，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台积电说实话动见观瞻，它上次才用水车去载个水，全世界都在报道，你知道。这也就是为什么台积电说实话动见观瞻，它上次才用水车去载个水，全世界都在报道，你知道吗？欠水嘛，欠水嘛，最近过来啊，对吧？哈，这人家会不会以为我们台湾是落后国家啊？今天晶圆厂用水车在那边载水，我跟你讲，有水就好啦，对吧？哈，我们还有水井呢。可是我们要讲，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包括我们水的调度等等的，包括水井也不是宁可绝井哦。我们之前就已经有超前部署，包括现在台积电，它现在用的这个水是从这个屏镇桃园这边来的。那为什么桃园会有？那是因为翡翠水库供水到新北市分担的石门水库，然后石门水库才可以支援，然后又有接管，对不对？那接这个井，然后台积电才可以继续这样用。也就是说，政府是整体布置的，水利署还有很多的方式。我们这么用心，我们要保护台积电，我们要保护民生用水，全世界也都在看，得台湾者得天下，对不对？因为我们的护国神山太强。可是这个时候全民要节约用水的时候，有人在喷口水，口水不节约，那个叫做国民党、居然说我们限水是什么？是只限蓝营的啊城市。那我请问一下，新竹香山这什么逻辑啊、新竹香山有没有限？新竹市是谁执政？民进党吧。所以这个逻辑都是不通的。但是他这样子讲的结果是，我觉得啦，一方面就是在搞政治斗争嘛、二方面我请问一下，明天这个台，如果最近台积电万一被谣言又打败股价的话，国民党你被户籍啊，卖户籍啊、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节约用水，我也拜托国民党，请你节约口水，就各位上供哎呀。什么物件？讲限水只限国民党执政的。哎呦，国民党讲的啊，都是蓝营执政。哎，这样喂，你干嘛一天挨喂？这样乱喷口水，你不觉得很恶毒吗？其实张忠谋前两年讲说 ，Intel 要进来，对不对？要做代工，但水很深，深在哪里？知道吗 ？Intel 本身最大问题和台积电最大差别，为什么它的台积电这大家不会有担心呢？是因为 Intel 自己有产品，自己有资要帮代工，那人家就觉得。你会不会变成双重竞争？而台积电厉害的是什么？我帮你都做代工，我自己没有产品，全权交给我，我绝对不会偷你的技术，不会自己打自己。